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萌萌公主秀》啊！欢迎收看《萌萌公主秀》。今天我们要打开特别好玩的东西，这个是一个吓人的骷髅。然后呢，你在他的脑袋里面放上那种可以挤出来的黏黏的那种东西。还有这个是啊，一个蜘蛛，它可以在玻璃上面爬呀爬。我们有两个颜色的，让我们一起把。这里是黏黏的，黏黏的东西，这个叫做 slime， 英文叫做 slime。这是一个吓人的骷髅哦，应该是对骷髅，但是它有脑浆还在里面。然后呢，后面有一个洞洞，我们可以把这个黏黏的东西放在这个洞洞里面。好啊，你做吧。黏黏的摸一下，哦，凉凉的，然后，哦，有点黏，哦，是黏黏的东西，把它放在这里面来，啊，这个弹性很强，我们可以把它拉得长长的，都不会断掉，但是这个东西真的摸起来黏黏的，手上也会变成黏黏的，对不对呀？哇，拉这么长。你在做面条，做拉面了是吗？妈哇 ，really really 了。嗯。他说：“你看我的手最长的。”嗯，萌萌变成了翻译家了。OK。我喜欢翻译家。还是我的屁股有这个。你的屁股。放进去了之后，我们挤一挤就会发现，哦，好可怕，它的眼睛那个绿绿的那些都流出来了，哇，把它的眼珠都包上了。哦，你怎么把它的这个奶奶咪扑灵的呀，啊，好恐怖的样子。现在我们打开这两个蜘蛛，这两个蜘蛛可以在玻璃上爬。两个蜘蛛已经拿出来了，它们特别黏黏的，是不是？也是非常黏。然后呢是，它的这些脚都容易卷在一起。我们现在把它放到玻璃上，看看它们会不会自己爬。现在把它扔到了玻璃上，你看它在自己爬。哼你！它在自己爬。它不会从玻璃上掉下来，因为它们脚很黏。对，很黏很黏，它就自己哦。现在它们两个纠缠在一起了啊！我们又把它扔到墙上，看它们怎么爬。所以它不是用一只脚这样来爬，但是呢，它用身体还有这样转啊转啊转。我们的萌萌公主秀，我们好多好的玩具，还会以后在一起跟大家玩耍，拜拜。